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非凡大师手机界的天花板 Top One 级别的一个非凡大师 Mate 60 RS， 现在市场一机难求，还接受不了预定，我们只能来市场给你们拍个现机，看一下这台机器看起来是不是很大气，就是老板级别的现真。这台60呢，也是今年来溢价比较高的一款机器，其他型号溢价还没有它厉害， X5 跟60都是要加价上万才可以到手的。这台机器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后背也是一个陶瓷玻璃的，看起来质感整体都是很不错的，一个大大的浴霸摄像头，它跟上一代的50摄像头稍微改变了一些，会稍微大了一些，看起来质感确实是有提升了很多，而且这个前面的玻璃它也是昆仑玻璃，也是抗刮痕的，挺好的，这机器很漂亮，一上手就是很加分的一款。